洛翰派来的人走后，耶稣就向众人论洛翰说：你们到旷野里去，是为看什么？是随风摇动的一只芦苇吗？你们出去，究竟看到什么？是一个穿着细软的人吗？看，那衣着华丽、生活奢侈的人是在王宫里的。但你们出去，究竟看见什么？一个先知吗？我对你们说，正是的，而且还胜过先知。这就是经上指着的那位，看，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，为你预备道路。我告诉你们，妇女所生的，没有一个比洛翰更大的，但是天主国中最小的一个比他还大。民众和税吏听了洛翰的话，都承认天主的圣善公义，受了洛翰的洗礼。但法利赛人和经西门自己不受洛翰的洗礼，天主对他们的计划落空。